就反对，亦都跟你爱下去。犹豫在大战炮火里，毫无惧色冲过去。谁狂怒？谁烂佬？谁话我共谁不登对？无能力与霸权比赛，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？200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亡人不服气。团圆或者晚了20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。看戰士多